哇！冰包火锅了，冰包哦，哦，火锅了不？哦，火锅了不？来来来来，停！自行车上路要办牌照，不办牌照禁止上路。然的话，不是电动的，就是自己踩的那个自行车，现在已经不需要上牌了。如果对违章不认可，可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。就是在这个路口被罚了50元，今天在现场还原一下。开始我骑共享单车是在这条道路上，当时对面是红灯，看到这里绿灯我就过去了。当时这里站了两个警察，其中一个在开罚单，和我一起过马路的一个阿姨直接从这里骑上了人行道，当然后果也是直接被拦下开罚单。斑马线这里停了辆警车，我从这个箭头的方向推行过去，然后就一直在这里等对面的绿灯。因为你可以看到我是站在斑马线的右侧，然后我要到对面去左转。昨天我就像视频当中的阿姨，要左转的话必定会压了这个斑马线。当时对面还有两个交警拦下我的时候还对我说，你都看到我站在这里你还敢骑，所以斑马线上千万不要骑行，要下来推着走，不然像我一样要罚50元。
在2024年4月24日，四五个人穿着蓝色 T 恤，上面写着白色字体“上海”，在黄浦江边跑步，被保安拦下。保安称他们穿着同样的服装，没有报备，不允许跑步，引发热议。4月24日，陆家嘴滨江公园工作人员回复陆媒询问时表示，如果是像视频中这种情况是需要报备的，只要统一服装就需要报备，因为统一服装就是办活动了，如果只是跑步不合影，保安不管。工作人员还称，穿统一服装你要合影，你要跑到江边上去，那不可以，保安肯定要拦的。提前报备不是说不让跑，不是你的时候你们不认识的，你们衣服都一样的呀，不是你这个衣服是不是限量版？你买了就别人就不能买了，啊，对吧？这个刚才我们讲话要讲道理哦，跑步一个人能跑，三个人就不能跑。是统一活动。什么叫统一活动？我今天跑了，我同事也来跑了，我们两个人就统一活动就不能跑了，要报备了。你问问看民法典有没有这一条？对的，是的。啊，对吧？你打警察打电话打12345，你看看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活动啊？哦，穿一样衣服的人不能跑步的。有吧？上海中国有这个规定吧？没有。啊，对吧？那我买衣服的时候也要注意了。我买一样的衣服，我人家买这个衣服，我不能买了。啊，对吧？没事。所以不是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。啊，对吧？请打指挥。不好意思啊，问你一个事情啊。你好。这里不是跑步吗？对不对？跑步道嘛，我早上来跑，我一个人早上来过来跑步，可以来跑，对吧？嗯，可以。也不用登记，也不用什么东西，嗯、对吧？那么我和我老婆、我孩子三个人过来跑步，可以跑吧？可以跑，需要登记吧？不需要。不需要登记。那么我如果和我老婆、我和我孩子穿一样的衣服，家庭亲子装，都是黄颜色的，买的一套衣服，就要这里跑步就要登记了，有这种讲法吧？嗯，三个人，就三个人啊，三个人。那么我老妈、丈母娘也，婆婆也过来跑个一公里，带好孩子来跑。超过一定的人数啊，穿统一服装就需要了。就不行了。对，啊，超过一定的人数。所以说前面几个人在一起跑步，你们同事拦着他，他说不允许跑。嗯、对我一听我就听懵掉了。对，我说我穿的又不是有什么大标语的，就是上海，我爱上海。对吧？你爱上啊，他只要你有一样的衣服，哦，黄浦区他们这边有规定的，包括外滩他们都有这样的规定，就是你统一服装，哦、人家这叫统一服装。哦，统一裤子没关系。裤子一样，因为我一样，裤子你鞋子也可以。裤子一样，鞋子一样，但是你不能有什么广告语。广告，老百姓谁会去穿广告？穿嘛，只要你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鞋子便宜，这个鞋子便宜，买三双便宜，买两双便宜，对，都可以，那可以啊，对吧？对啊，所以我就一听，我一直懵掉了，什么叫什么跑步不能跑，我感觉奇怪了。谢谢。你时尚发大财，先跺一下。坐，脚沉了，我靠！那我们再多跺几脚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我都是三项了，放大理石上菜。这个表面现在目前呢，就是有一些脏污，但是整体上呢是没有任何的损坏的。哇！然后现在，快走吧！
不行。警官，这可怎么样？哎呀妈！你了，这家伙。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，也是中药材移栽种植的关键期。我现在是在中垛乡百红村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，村民们正在进行中药材的移栽工作。田间地头呈现这湖面的，你看，来了好多特警，特警在前面啊，我不敢在前面去拍，那个特警守着的，特警来了那么一两百号人。你看湖面路上，你看那么多特警车、警察的车子，整个湖面路都封掉了，不让车过。看，我不敢在前面去拍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